OK， Neighbor Watch 呢，它的中文叫做邻里守望小组，它是由当地警局成立的一个，由所有的居民一起和警局共享当地的治安，还有如何防盗、防止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这么一个计划。Neighbor Watch 邻里守望小组的作用呢，就是把所有的居民都组织起来，然后呢，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一个会议，在会议上呢。所有的邻居能够共同分享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的经历，比如说最常发生的案件，然后发生什么样的案件，什么时候发生的，然后被盗或者被破坏的东西是什么。那然后当地警局也会派出警察去参加这些会议，然后给当地的居民提供一些建议，比如说如何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，还有自己的财产安全等等，然后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，怎么样报警等等。如果你想要加入这个邻里守望小组的话呢，先联系当地警局的公共关系科，然后呢咨询一下，看看你的住址的那个街道街区有没有这么一个邻里守望小组的存在。如果有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，然后水电费的账单、银行账单等，能够证明你的地址是在当地城市的这么一些文件，去提出申请加入。如果说你的住址附近没有这么一个小组的话呢，你也可以自己成立一个邻里守望小组，然后所需要提供的文件也是一样的，身份证、水电费账单等，然后成立一个小组之后，你的住在你附近的邻居他们就可以加入你的这么一个小组，只要是住在当地城市的居民都可以。如果是你就当地居民了，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罪案，侵犯财产的或者伤害到人身安全的罪案的话，那就要马上打911。然后如果是一些非紧急的案件，比如说是违章停车了，然后一些噪音问题之类的话呢，那就可以打当地警局的非紧急电话号码。